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本来天气预报上写的是今天是大晴天，但感觉有点阴。今天住的这个地方离车站其实还是挺近的，那就走路大概两三分钟吧。站前的树已经红了，这边应该算是比较早的。这边就是汇金若松站，看起来比较日式特色的这种风格建筑。汇金若松是汇金若松两地合并后的名称，位于日本福岛县西部，是汇金地方的中心城市。在江户时代，这里是汇金藩的城下町。在幕末时期，汇金藩一直是忠心耿耿的左幕派，也在与政府军的战争中演绎出了新选组和白虎队的悲壮故事。我感觉好像太阳出来了，中午应该会暖和一点，先买点早餐吧。等一下要坐的就是这个汇金浪漫花号，9:45发的。谢谢您的合作。感觉好像没什么人。浪漫花号是汇金铁道上只在周末等特定日期开行的特别观光型列车。这辆车叫做 Oza Toro， Oza 指的是有一阶车厢，是传统日式榻榻米式车厢。 Toro 指的是有一阶车，是货车型敞开型车厢。另外呢，其实在榻榻米式车厢的后部还设置了几排展望座席。到芦之木温泉这站，因为停车时间比较久，所以大家都下车来转一会儿。猫站长，
10時23分の発車となります。このとの先行列車、会津の間花号、会津梶林です。1両目がトロッコ車両、部分が前方車両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。1両目がトロッコ車両、2両目前方低い部分がお座敷車両。映像をします、トンネルシアター実施予定となっております。据说是唯一一个茅草屋的车站，汤野上温泉站。汤野上温泉站。然后呢？这边在车站的左边有一个足浴的汤，不过小镇看起来有点萧条，这边的这个旅馆看起来好像都没开。下了车明明有太阳，但是下雨了。这两天本来看天气预报都是晴天，为什么我一来就下雨了？大内宿。是
是福岛县内江户时代这个住宅保存最完整的一个村落。据说这里面的房子呢，全部都是茅草屋的房子。哇，雨现在越来越大了。位于福岛县会津的大内宿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，与京都府美山町北村、岐阜县白川乡合掌村合称为日本三大茅草屋村落。这里原本是日本江户时代的一个驿站，贯穿中央的下野街道是当时连接会津地区与日光地区的重要道路，车水马龙，兴盛一时。会津地区的物资都要经过此处运往关东地区。进入明治时代，由于其他交通道路的启用，大内宿自此被遗落在山间，这也使它完整地保留下了江户时代的风貌。估计还是因为游客还没有恢复，所以很多店其实是关着的，没有开门。整体来的人其实也不太多。这是葫芦吧？这是。然后呢，感觉他们这边这个，就这个牛啊，好像看到很多次，是牛吧？然后呢，这边有很多的这个，这是什么？祈福神。然后这里面，这边有一个这个奥特曼，这是奥特曼吗？我好像不太认识。本来想着太阳出来了，雨应该慢慢停了，结果呢，太阳下去了，雨现在越来越大了，我也没带伞，而且也很冷，呵呵，怎么会这样？これなんですか？お餅。お餅？まだあったかい。お、これでっかいですよね。冷凍もできる。食べながら、お腹空いたら食べながら。どうぞ。お餅あったかいよ。お餅が？お餅。触って。あ、本当だ。食べながら行って。今日はこのまま食べる。そうですか。塩味。これまだ暖かいですよね。暖かいでしょ。お腹空いたら食べて。はい。あと、うん、焼いて食べる。じゃあ一つ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。ちょっと塩味ついてきた。はい。このまま食べてる。はい。週末とか人多いですか？うん、多い。あ、はい、なるほど。太陽が出てきましたね。よかったですね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どうもね、気をつけて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
的就是这个葱そば，用葱吃的荞麦面。さあこれがネギそばです。ネギでそばを食べる？这个葱的是它是凉的，所以我点了这个热的そば。